追逐梦想，城市同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美国疫苗接种运动正在火速进行中，全国各地数百家医院开始向其工作人员分发辉瑞疫苗。在疫苗推出的第二天后， FDA 表示其初步分析证实了第二种经过严格实验的疫苗，即莫德纳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共同开发的疫苗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预计委员会将在周四进行投票，随后不久将对其给予紧急使用授权。莫德纳疫苗与辉瑞使用相同的技术，但由于其储存方式相对简单，无需保持在华氏94度以下的高冷冻状态，因此更容易操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称，周一全美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2400人死亡，新确诊病例平均每天超过21万人。由于假期旅行、家庭聚会以及对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的放松，预计毁灭性的数字或在几周之内激增。据悉，首批300万剂疫苗将严格分配给一线卫生工作者和养老院居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为了保护大多数美国人，全美还需要数亿剂疫苗。美国政府目前已经购买了1亿剂辉瑞疫苗，并订购了2亿剂莫德纳疫苗。假设没有制造或分销方面的延迟，到2021年中期，这将足以为1.5亿美国人接种疫苗。辉瑞疫苗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加拿大被使用。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下，欧盟监管机构也将召开会议，预计将于12月21日进行疫苗评估。FDA 在审查3万人研究的早期结果时，发现莫德纳疫苗与辉瑞疫苗几乎一样。总体而言，莫德纳疫苗在预防 COVID-19 疾病方面的有效性超过94%，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群中的有效性为86%。由于疫苗会增强免疫系统，也许会导致出现副作用，如发烧、疲劳和疼痛等。除此之外， FDA 没有发现重大安全问题。无需处方的 COVID-19 家庭测试盒即将首次在美国商店上架。12月15日， FDA 批准了冠状病毒快速测试盒，该测试可完全在家中完成。 FDA 表示，这是扩大检测方法的又一重大步骤。FDA 的批准使得民众可以在药店等地方购买此款测试盒。 FDA 专员表示，民众可以在短短20分钟内完成此款试鼻子测试并得到结果。非处方测试的初始供应将受到限制。澳大利亚制造商表示，预计下个月将提供300万次测试，然后在2021年上半年提高产量。该套件包括鼻拭子、化学溶液和试纸。该测试可连接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并在程序中显示结果。用户还可以通过该应用程序与专家建立专业联系。几个月来，健康专家一直强调需要开展快速、广泛的家庭测试，以便人们可以进行自我筛查，并避免在感染后与他人接触。但是绝大多数测试仍需要由卫生工作者进行完成，且鼻拭子多需在实验室进行处理，这意味着通常需要等待几天才能获得结果。据悉，美国每天要为近200万人进行测试，大多数健康专家都认为该国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该测试盒能够寻找到由 COVID-19 释放的病毒蛋白，这不同于核酸检测是检测新冠病毒的金标准。但 FDA 官员指出，该测试盒可以提供一小部分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该机构说，结果呈现阴性但仍有出现冠状病毒症状的人应与医护人员紧急联系。总部位于长岛的制药公司近日宣布，它已在英国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的测试。共计48名志愿者从2021年1月的第一周开始接受实验。该公司声称，它的 COVID-19 VAC 在临床前动物研究中已验证了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且该款疫苗可能诱导出比其他疫苗更强的免疫反应和更持久的细胞免疫。与辉瑞疫苗不同，该公司采用鼻腔滴入式的方法，无需多次注射于人体，也无需在低于94度华氏度下储存。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尔曼表示，此款鼻滴式疫苗可以满足全球需求，因为它只需要标准的冷冻机或冰箱即可。该公司表示，第一阶段试验将采取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形式进行。
据 CNN 报道，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众议院发言人佩罗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内的四位国会领袖以及财务部长努姆钦昨天开会至深夜，共同探讨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据悉，新法案的金额大约在$9,000亿左右，可能包含第二轮直接给大部分美国民众发放的支票，再去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的资金，以及给企业的有限责任保护条款，预计最快会在今日敲定。新法案可能包括$3,000亿的用于小型企业管理局，以及用于增加薪水保护计划贷款的资金，$350亿用于医疗保健提供者，$26亿用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疫苗分配和基础设施，以及向各州和城市拨款$34亿，以帮助开展疫苗工作，向各州提供$70亿用于冠状病毒测试和接触者追踪的补贴，$820亿用于学校和其他教育提供者，$250亿用于租金援助和增加食品券，将驱逐暂缓延期至2021年1月，将学生贷款宽容期延长至2021年4月，将联邦补充失业保险金每周增加$300，持续16周。这一轮给予美国民众发放的支票金额可能会在$600左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三早上也对此事表示乐观，他说相信新的法案可以得到两党的支持并顺利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也表示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他表示民主党会在明年拜登上任后争取更大的金额的救助法案。追逐梦想，城市同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录 iCityNews.com。我是木子，感谢您的收看，关注城市卫视，每天与您相伴。